来看一下这里哦，麻烦你去连续数 S Y B。这里是特殊的题型，怎么说？等号在中间，你看一下，左手边几个 S， 两个，几个 Y， 两个，几个 B， 两个。大家出现频率有没有样多？有。所以不知道这种题目，你就直接把它加起来。加起来是等号在中间，左边两个 X， 两个 Y， 两个 B， 所以加起来是两倍的 S。 加 y 加 d， 加起来等于几？八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可以算 s 加 y 加 d 会等于几？四，这样行不行？然后帮你把 s y d 算出来行不行？怎么算？你直接用看着就好。 s 加 y 等于负二 ，s 加 y 等于负二。你看一下，这两相加是负二，负二加多少等于六？负二加多少会等于四？六。 所以算出来力就是几六，这样行不行 ？y 加力等于几六 ？y 加力是六的，对吧？哈，y 加力是六的，所以一贯 x 是几？负二，这样行不行？力加 x 等于四，力 加 x 等于四，这两相加是四了，可见多一个 y 会是几？零，是出来了。所以说题目只有求财 x， 所以 x 多少？负二。